多。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那么，高委员志鹏声明，对上午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陈委员学胜声明，对上午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那么，本案继续进行逐条讨论，请宣读审查会通过章名。第一章总则宣读完毕。那么第一章未有委员登记，所以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所以不发言。报告委员会现在要进行处理，针对第一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请问院会有异？有异。好，有异，有异。那么我们有异就进行表决，请按铃七分钟，请分发表决卡。赵委员听您声明，对上午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好，请各位委员检查一下有谁没有拿到表决卡。哦，都拿到，好。那么民主进步党党团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现在我们就开始记名表决。审查会通过章名，赞成审查会章名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审查会章名，出席99人，赞成69人，反对29人，弃权1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一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现在处理，继续进行，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修正动议条文。第一条，审查会通过第一条，为调查及处理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之财产，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环境，健全民主政治，并落实转型正义，特制定本条例。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一条，为调查及处理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之财产，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环境，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实转型正义，特制定本条例。宣读完毕。那么，第一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所以不发言。那么报告院会现在要进行处理第一条，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一、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审查会通过条文。我们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过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那么，首先我们来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那有没有提案？那个要记名表决啊。那么，时代力量党团、民主进步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表决。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叶委员于军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现在报告表决结果。第一条，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出席101人，赞成71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一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有李委员验秀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现在继续进行宣读审查会通过及各修正动议条文第二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第二条，本条例之主管机关为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规定之限制。本会依法进行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财产之调查、返还、追征及本条例所定之其他事项。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二条，行政院设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为本条例之主管机关，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规定之限制。本会依法进行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财产之调查、返还、追征、权利回复及本条令所定之其他事项。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二条，本条例施行前政党取得之财产，主管机关任有争议之余者，应移请监察院调查之。监察院为前项调查，准用监察法相关规定办理。监察院认为前项政党财产取得不当者，该政党应于2年内返还原权利人或机关团体，原权利人或机关团体亦得依前条规定请求返还。宣读完毕。好，谢谢。现在我们开始，请委员来来发言。第一位，我们请廖委员国栋针对本条文来发言。院长、各位同仁，民主法治跟公平正义是本席在上午的时候特别强调是本条例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稳固，这个本条例未来的施行将会是摇摇欲坠。到底主管机关是要放在行政院底下，或者是监察院底下，众说纷纭。大法官释字第585号曾经针对真相调查委员会作出调查权的相关的解释，提到个案调查事项的范围不能违反权力分立跟制衡的一个原则，也不得侵害其他宪法机关之权力的核心范围，或对其他宪法机关权力的行使造成实质的一个妨碍。国家机关行使权力均需受到法的约制，行政权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也没有例外，此乃法治原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谈不当党产条例，若将不当党产调查委员会设在行政院底下，显然有违宪法分立这个权力分立的一个原则，会有很多的民众会开始担心它会不会是一个东藏在线，会不会是一个警种复辟。为了避免这些疑虑，我们党团极力要求应该设置在监察院，以维护宪法权力分立的一个原则，避免人民质疑行政权的一个滥权、调查权的滥用。至于上午有民进党的同仁非常关心原住民的相关事务，尤其是我们的土地的转型争议。本席要在这里向发言的同仁表示一个谢意。但是呢，原住民的议题
尤其是土地的议题，跟我们今天所谈的条例是不同等级的，不应该混为一谈。如果民进党真的有诚意要解决原住民的土地转型正义，我希望民进党呢能够尽速的提出民进党本的原住民土地转型正义才是一个正道。谢谢廖委员。下一位我们请 A 委员宜君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 （SAD） 过去曾经也因为以党领政、党国不分，累积了庞大的党产。东德、西德合并以后，1990年制定了《政党政治团体法》特别法，成立独立委员会来处理党产的事项。这跟我国现在要处理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是非常的类似。国民党在党国不分的时候拿走国家的财产，本来应该自己归还，但是可惜的总是不还，或者要提告才肯还。在法律上有所谓的时效或者是排斥时期规定，就算被别人占的东西过了一定的时间，就没有办法透过法院提告要回来。可是这是党国不分时代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要效法东德立特别法的方式来处理党产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对过去的国民党或者去怪现在的国民党，我们是代表台湾人民，要把当年不当取得的，今天重新用民主的方式来审视，也就是说，不符合实质法治国的原则。第二是要举证责任的反转。我们现在希望国民党可以提出，比如说党费、政治现金或者是竞选补助款，这些是正当取得的，我们还是应该让他所拥有，必须要证明来源是不当的，必须要证明来源是正当的，其他的归还给国家。我们为了要排除法律的这些规定，所以要订定这个特别法。至于在行政院向下，早上委员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国家分得非常清楚，这些归还的党产还是还给国家，而不是还给某个政党。监察院他所针对的是公务人员，政党是人民团体，我们还是依循在这样的宪法体制之下，所以第二条完全没有问题，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也希望国民党不要因为他们可以实质掌控监察院，就企图想要让这个法条到监察院去。谢谢。谢谢叶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国昌。院长还有本院同仁，在这部特别条例的立法过程当中，今天早上就名称的部分已经处理了第一个大的争点，也就是不当这个法律用词的妥适性跟概念。那针对第二个条文的讨论，浮现了针对这个条例第二个大的争点，也就是主管的机关到底应该要设在行政院还是监察院之下。那以下的发言虽然在委员会讨论的过程当中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明，那但是从刚刚国民党的委员所发言的内容，似乎有在进一步厘清的必要性。那第一件事情，目前在审查会所走出来的版本，
把这个调查权放在行政权下面。事实上，针对受处分人后续的法律救济，他所拥有的程序保障是比放在监察院下面还要更完善。怎么说？放在行政院下面，委员会所做出的追征或者是命返还的处分，性质上非常清楚的，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如果受处分人有不服的话，可以依照行政侦讼的程序向行政法院提起救济，针对这个处分它本身的合法性来加以审查。如果把它放在监察院下，事实上在今年3月14号，内政部针对有关于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立法意见提出说明的时候，那个时候马政府的部长陈威仁在内政部的报告当中已经清楚地载明了，如果是放在监察院下的话，针对监察院下面所做的处分，后续要如何来展开司法救济，以及司法救济的可能性，是会造成非常大的疑问的。那这一点事实，当初在委员会进行询答的时候，已经借由跟陈威仁部长两者之间的询答，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了。第二个部分，在我国目前的法制下，行政权下的调查所在多有，不管是调查还是罚还，在公平交易委员会、公平交易法等等相关的法律当中所列举的行政调查权，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接下来都会受到行政法院有关于行政处分合法性的调查。第三个部分，我要再次强调的是，今天早上又有中国国民党的委员再拿出大法官4至585号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在委员会当中，我已经说明，今天再说明一次，4至585号针对的是立法院所设置调查权合宪性的审查，跟行政权所设置的调查权本质上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可能我们在进行法案讨论的时候，针对大法官解释的涉程范围，应该要比较清楚的掌握。谢谢。谢谢黄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杨委员郑吴。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虽然我们经过一个早上的讨论，我们通过了第一条，名称里面就有不当，但是我们要讨论到这一个机关的设置，我们还是要来探究在不当之下它所产生的疑义，我们才能知道这一个机关应该放在哪里。早上我们有委员也提到了，翻遍中华民国的法律内容有不当的，当然有，但是名称上冠上不当的只有一条，就是我们戒严时期不当的判断及匪谍审判案件的补偿条例。为什么？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专业的同仁，不当在法律上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概念，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概念，所以任何一个法律在使用这个名称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好，都非常的小心。也因之，我们来审视现在提出来这个版本，这里面光是有得视为、得推定，光是用视为跟推定，在整个条例里面就出现了4次。我翻阅了整部刑法，比整部刑法里面讲到视为推定的还多啊。好，既然名称已经这样定了，内容上也朝这个方向了，那么这个机关呢？这个机关它不仅仅拥有这个调查权、处分权，甚至还有强制的裁罚权。那么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动不动就用视为，动不动就用推定，而把它放诸在行政权之下，我想这对不管是人民团体或者是单一的受处分对象，都是非常暴露在极大的风险与不公平的这个争议之中。那我们也可以想见，这样的裁罚结果一定会引起被处分人的反弹。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同仁也说到，可以寻司法救济的手段。那么我们不仅要想，为何要叠床架屋？如果最终我们已经预判了他一定会走上司法救济，那么现在用一个行政权、用一个黑机关、用一个准司法机关放在行政院底下，用一个违反我们宪法里面各项权力分置概念的这个做法，
来把它放在里面，而预期又一定会产生一定的纷扰，再透过司法来解决，我觉得不仅是叠床架屋，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再者，刚才有委员提到，国民党因为可以掌握监察院，就想要把它放在监察院，我觉得这个是对监察院很大的不尊重，同时又再度显现了，又是视为，又是推断，又是认为，因为你国民党会怎样怎样，所以我们这个条例就偏偏不要怎样怎样。我觉得在这个立法的过程中，我们到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痕迹，全部都是用臆测的，全部都是用阴谋论的，就连我们希望放在监察院，都可以说国民党，我认为你可以掌握监察院，你才这样主张。在这边，本席要大声的告诉大家，我们希望的是一个可长可。谢谢杨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学胜发言。主席，本位同仁，大家好。我想，虽然今天民进党因为人多数而取得话语权，但不表示就取得历史正确的诠释权。民进党很想谈1949年之后的国民党，但是却必谈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因为有很多的历史，包括民进党都无法去面对。我不谈很多，我只谈故宫，我所熟悉的故宫。故宫在第一期的周刊，大家可以去看，它的封面是国父总理遗嘱，还有孙中山的照片。为什么？感谢国父创立的中华民国，把溥仪请出了清宫，才有了故宫。这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跟故宫有关系。民国18年，在座绿营很不喜欢的蒋介石，第一次来到了故宫，故宫残破不堪，没有钱修复。当时的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驻北平总司令邢仪的办公室名义，捐给故宫40000元，这是第一笔故宫收到的修复费用。民国21年，蒋介石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蒋伯诚，要他跟张继、跟张学良联络，务必一定要把故宫的文物还有《四库全书》运往开密，还有运往西安，因为中日战争可能要开始，所以他预先有了做规划。接下来，因为中日战争的爆发，我们的国宝南奔北移，但是到了民国34年，国宝没有任何的损失。为什么？因为有一支部队叫做国民政府军，也简称国府军，守护了国宝，人物全部平安，没有任何减损。这一支部队叫做国民政府军，但是它是什么部队？它叫做中国国民党的党军。因为中华民国的国军是在1947年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之后，才有中华民国国军。在这之前，从民国13年到民国36年，守护中华民国、守护故宫的，都是中华民国的这一支国民政府军。这一支军队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军。你可以说故宫的党务，这些宝物是属于全国人民的，但是你今天即使请人家来保全，请保镖来押镖，他也是进宫爵位，他有太多的机会可以纳为己私，但是没有人去肯定他的功劳。所以今天如果民进党你要清算国民党，请从历史开始清查起，还给国民党一个历史的正确的定位，给一个超然机构来清查所有的结果，我们全部接受，但请不要不公不义，用断代史的方式来清查国民党，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移民发言。主席，各位立院的同仁，针对民进党版本，本党提出修正动议，要求由监察院行之。那依据监察法，这是在民国81年11月13日定的，
根据第26条的规定，本来就是应该由监察院来针对公司团体来进行监督。本席在此呼吁民进党务必悬崖勒马，党产条例的立法意旨在于规范各政党间财源的来源、取得之运用的合法性，如要求允许国家权力介入党产的调查处理，此等权限必须在合宪情形下由适当的国家机关来为之。针对不当党产的处理，于行政院下设这样子的一个委员会，赋予该机关强制处分、强制调查等权限，恐会造成叠床架屋，浪费国家的资源。按司法院大法官第585号的意旨，行政机关不能享有逾越行政权的权限，不得侵犯其他机关宪法或法律上的独立核心的权限，也不能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将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设于行政院下，恐有违反释字第585号解释的疑虑。而本条更有此一委员会目前是可以有任何的做法，可以凌驾中央行政主管机关组织法的限制吗？若此法通过，将来其他作用法是否也可以比照办理，排除适用？根据中央机关行政机关组织法的第32条的规定，目前相当于中央二级的独立机关，第9条的已经有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平教育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这3个机关已经满额。而当初行政院组织法规就很清楚地交代，为了避免独立机关林立，源于第2项规定相当二级机关之独立机关总数以3个为限，以管制其数量。若本次的这第2条通过后，是否意味着新政府的行政院未来将有可能和变形虫一样无限制的自行繁衍增生？总而言之，我们坚持由监察院主管，避免多头马车，也回避任何一个党执政的时候难以公平的情况，也因此将党产条例部分由监察院来主管，将可让目前已经在处理政治现金监察的监察院将有更大的权力，与现行只有部分金额罚款不同。若将来政治现金申报不实，将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超明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午安，大家好。谢谢民进党跟我加油，早上的话你们应该很感动。那中午休息的时候，我觉得南柯一梦，政治非常的无情，非常的现实，非常的狡诈，要凭着没有良心才能在政治站立起来。那我今天讲的话，我要跟民进党学一下，当个历史老师，把这个背景跟大家讲。各位回想第二次大战的时间，美国、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包括中国大陆，战争的时期一定有特别的法规、特别的条款、战时条款，一定会去限制人民的权利，还有我们的民主自由在。在那一段的时间，你们竟然把它当为一个斗争的工具。国民党当初为了跟日本打仗，最后中国的内战到台湾来，他很可爱，他很好，他为了保护台湾，让你们这些年轻的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在这个环境非常的安稳，给你们受教育，给你们发展的机会，这样一直起来在。所以战争的期间，你们把它当为一个斗争的对象。我说你要摸着良心啊，各位啊，哦，爱台湾的民进党执政的立委。然后我讲转型正义，德国纳粹主义，美国坚持要把纳粹主义消失到，所以那边有转型正义，不但承认的，
日本为什么没有要牵涉中要围堵中国大陆跟苏联？所以帝国主义的思想在那个时候美国没有要求。那这里面在我们邻居的韩国里面，你晓得朴正熙的被枪杀被推翻，他也是跟我们蒋介石一样的，当时会那个军事的统治在。那他被枪杀有两个人叫卢义泰还有金什么的时候是政变的，他的下一代现在已经当了韩国的总统，洪水轮流转。但是在这里面我要告诉我民进党所有的立委，蒋介石的时代，蒋经国的时代，他和平转移给李登辉先生，才有这样的情形在。他由民主先生变成台独先生，蒋经国、蒋介石不晓得做的对不对，最起码他是把政权和平移转，不像韩国以政变取得政权。回顾历史一下，不要乱批评、乱骂国民党，功劳苦劳都有。而且蒋经国在接的时候励精图治，让整个经济突飞猛进，所以我今天点到为止。那我今天也听了民进党骂国民党，好，委员，你的时间已到啊、哦。好，委员，喂，你每次都超过时间呢。好，委员。好，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李委员敬意发言。李委员敬意发言，哦，不发言，不发言。我们现在所有发言登记发言已经。发言完毕，我们要进行处理。那么，陈委员停挥声明，对第一章章名及第一条条文表决，以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现有民主进步党与时代力量党提议本案记名表决。报告，因为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第二条，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一、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三、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那么，我们现在首先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第二条国民党团修正动议条文，出席103人，赞成31人，反对69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不通过，我们继续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第二条，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出席103人，赞成72人，反对31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二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我们现在继续进行，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第3条。第三条，本会对于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财产之处理，除本条另另有规定外，不适用其他法律有关权利行使期间之规定。宣读完毕。第3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所以不发言。报告院会，现在要进行处理。第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那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条文第3条，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第3条条文，出席104人，赞成72人，反对32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我们来处理第4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条文。
第四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政党指于中华民国76年7月15日前成立，并因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规定备案者；二、附随组织指独立存在而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之法人、团体或机构，曾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且非以相当对价转让而脱离政党实质控制之法人、团体或机构；三、受托管理人只受前二款所称政党附随组织之委托而管理或受让财产而管理之第三人；四、不当取得财产，指政党以违反政党本质或其他悖于民主法治原则之方式，使自己或其附随组织取得之财产。宣读完毕。第四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报院会现在要进行处理。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议，那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我们要来表决审查会通过条文第四条，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议记名表决。现在我们开始进行表决，赞成审查会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现在我们来宣告表决结果。第四条，出席104人，赞成69人，反对35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我们继续进行第五条，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各修正动议条文。审查会通过第五条，政党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取得，或其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并于本条例公布日时尚存在之现有财产，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外，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政党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以无偿或交易时显不相当之价额取得之财产，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外，遂于本条例公布日已非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之财产，亦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五条。政党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取得，或其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并于本条例公布日时尚存在之现有财产，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外，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政党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以无偿或交易时显不相当之对价取得之财产，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外，虽于本条例公布日已非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所有之财产，亦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五条，政党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八十年五月一日起取得，或其自中华民国八十年五月一日起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并本条例公布日时尚存在之现有财产，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外，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政党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八十年五月一日起，以无偿或交易时显不相当之价而取得之财产，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外，虽于本条例公布日已非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之财产，亦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宣读完毕。第五条，我们有登记发言，第一位请林委员维州发言。关于政党的财产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国民党中央也好，党团也好，一直都在凝聚共识，到底我们要如何面对过去累积下来的这些国民党的财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凝聚我们的支持者的共识。老实讲，国民党的支持者里面有很多认为说，这个根本是一个清算斗争，根本不应该要立下这个法。但是也有国民党的支持者认为说，政党的财产应该要归零，基于政党公平竞争的原则，所以当与不当的财产其实都应该要归零。否则的话，资源多的政党将来在选举的过程就占有有利的位置。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凝聚好的共识，就是说不是不能通过，我们支持通过不当党产条例这样子的法案，但是唯一只有一个要求，不要过当，不要违宪。比如说像第五条来讲，第一项我们都支持，34年以来取得的党产，当与不当都应该要归零了，因为基于政党公平原则。但是第二项，您看看第二项，34年以来取得的财产，不管现在是不是在国民党手下，他已经过户出去一次两次，如果不能证明，国民党没有办法自己证明说当时是用适当的价钱买的，是用自己的钱买的，他无法证明，就要被追索，不管他过户到谁的名下。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过当。到底我们台湾要付出多大的社会成本来处理这些已经无从证明，你们定的是这么的严格，要自我证明说你是有偿，而且相对代价是相当的，才是正当的。34年到现在要如何证明？党国不分的年代要如何证明有偿而且价格相当？否则的话，不管之前处理到随附组织或是像张荣发基金会这样的财产处理出去了，通通要追回，我们到底要花多少的社会成本？这些已经不在。好，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吴委员秉睿。主席、苏院长以及本院各位同仁，民进党党团修正的动议的第五条，它主要是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政党跟附随组织它的不当党产
他的清算从哪一个时候开始计算。我们这边规定说，就是对于在民国34年8月15日起来取得的。为什么以这一天呢？因为这一天在历史上啊是日本战败的日子，所以日本人当年统治台湾，离开台湾之后，民国34年的8月15日之后，国民党来接收。这接收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本来应该属于全体台湾人民的财产，不知道为什么被五鬼搬运，就登记在国民党的名下，或是登记在国民党赋税组织的名下。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日子非常重要。我们看到国民党的版本以及赖世葆委员的版本，他们的修正动议反而对这一段最重要的时间不提，有的是提民国84年5月1日起啊，有的提民国93年之后啦。其实真正不当党产的这个最严重的时候，恰巧是这个时候，以及随后而来的白色恐怖的统治时期。所以我想这个日期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如果要清理历史上面的陈赫，这一些一定要在这个日期上要明确的，就是从34年8月15日起就要开始来追查他们这些的财产来源是什么。那另外我们为了要这个举证责任的倒置，所以推定除了这个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的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支息之外，先推定为不当党产。如果国民党认为这是将来在个案上认为说这是来源得当的话，当然可以举出反证来证明说这个来源是得当。那当举出反证证明来源得当的话，这个还是委员会会给予承认。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有这些除外的规定呢？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将来的政党状况，你的收跟党员收的党费，你这个政治现金，合法的政治现金，竞选经费的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支息，这些来使用是可以就依法律规定你可以使用的。我想这个并不严苛啊。为什么？因为民进党、时代力量以及其他的有国家补助门槛超过的这些政党，他目前所赖以为政党的经费，也就是这几个经费，这几个经费是没有动到的，国民党将来可以继续使用。所以我请国民党委员不要老是把抄家灭族挂在嘴上，第一个也没抄家，第二也没灭族，而且还很宽宏大量的是所有法律规定可以用的钱都还可以继续用。但是我们要把你们好，谢谢吴委员。下一位，我们请高陆仪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午安哦。有关第五条是不当的规定，但是呢，其实国民党对于这个党产的部分，也是来不当取得原住民的土地，还有侵占原住民的情况也非常多。那在这部分，本席也认为要通通还给原住民族以及部落。那么刚刚有提到，就是有关于第五条的规定，其实有关于土地，我会认为除此之外还要再加上类似不当的这样取得的方式，像是高雄救国团他们的梅山青年活动中心，一开始就是恶意的跟无偿占用原住民保留地，但是后来就变合法的。再来就是国民党在兰宜乡的党部也占用原住民保留地，每坪每月才1.6元。早上我提到的在兰屿，国民党的兰屿服务站是每坪每月0.1元，像这样的情况都符合有关于不当党产条例所规定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些通通都是不当的，所以应该都要算在返还的这个财产的范围之内。我想现在所谈的不当党产，就是把党产还给原产的一个很好的契机。那么返还的主体
在这里其实包含了国家，包含地方自治团体，也包含了就是受害的个人。但是呢，其实这个是远远不足的，因为在原住民族还有集体权的部分，所以应该也包含原住民族跟部落。那在这里呢，我认为就是还要再加上还给原住民族的部分。因此呢，其实在条文还可以规定，如果是从原住民族或部落所取得，移转为该应该要移转还给该原住民族或是部落所有。如果族群或是部落法人还没有成立，应该要由原民会代管。简单来讲，在这个返还的规定之内，要再放入返还给原住民族或部落的条文，因为现行上的法律已经有包含部落公法人资格，所以部落其实具有法律上的人格，也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的主体，所以归还给原住民族与部落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财产是要还给没有申请成为公法人的部落，那么就要先由原民会来代管，那等到成立之后再移转。本席认为这样才能真正的还给原住民族跟部落。谢谢。谢谢高露仪用委员。下一位我们请会委员冯泰豪不花园。下一位我们请王委员玉敏。主席，各位立院同仁，大家好。我想从今天上午到现在大家的讨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结点，就是今天我们立的这个法是不是针对性的立法。其实在民进党委员的所有的发言里面，他们也都坦诚了，这个就是针对中国国民党这样的政党，唯一这个政党所立的法。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宪法第七条。宪法第七条讲究的是一个平等的原则。宪法第七条规定，中华民国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所以今天本席要问的，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觉得一个政党的财产的管理监督如此的重大、如此的重要，为什么不是把所有的政党通通纳入我们这个条文可以规范的范围？大家可以看到，在整部法案当中，它设定的时间框架就是从民国34年开始，一直到民国76年为止。而这当中，在台湾到目前为止在立法院的政党就是中国国民党，所以的确是有针对性的一个立法。而这样的一个针对性的立法，第一个，首先它就违反了我们宪法里面讲求的平等的原则。而今天我们现在讨论的第五条更是阐述了这一点。刚刚有委员提到说，为什么要设定34年8月15号，这个是我们看到那时候是日本战败投降之日，然而这一天就把它画上等号，好像国民党接收了所有的财产，在整个立法上面的论述没有办法服众，而且在法律的明确性上也不够明确，所以因此在这一点上面，他已经违反了法律明确性的原则。所以中国国民党我们提出来的我们的修正的版本，我们建议应该要从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开始起算，也就是从民国80年5月1日起取得的，通通都应该要纳入规范。这样子的一个建议的修正，也就是应该要把我们现在都还在运作的政党，通通都要纳入我们所有这个整个党产处理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内涵里面。因为别忘了，上午我们有委员指出来的，陈水扁前总统他在担任党主席的时候，他提供了多少资金给民进党的委员们竞选？陈信云所说的话，谁没有拿过他爸爸的钱？这句话大家言以。
谢谢王委员。下一位，请李委员燕秀。院长、各位院会同仁，本条例草案第五条规定，从34年起取得的财产，除党费跟政治现金等，均推断为不当党产。但是事实上，由于第四条的附随组织定义不明、范围过广的前提下，牵涉的范围非常广，尤其是民国34年后成立的组织、公司等不计其数。我必须再一次要提，党政合一的时代，当时透过国民党投资的事业体包括当时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富华金控、中华开发，包括社团法人，如果依照第四条草案当中所规定的人事曾经掌控过的，包括工总、商总人事或财务或业务曾经掌控过的都算是。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包括工总、商总、富华金控、中华开发、中兴票券，包括民国75年飞利浦跟行政院、台积电共同合资的台积电也算是。试问，一旦这个草案通过之后，附随组织的对象概念这么不明确，我刚提到这些公司都有可能被要求他指定为他是附随组织，他有可能就会被立即要求停止处分财产。这些对于现在民营这些公司在是上市上柜，它会造成它股价上多大的影响，人民的财务上会有多大的影响。这也就是当时为什么我们在讨论整笔草案的过程当中，国民党不害怕也没有畏惧处理不当党产的问题，但是党政合一的时代所牵扯的很多的转投资的事业，牵扯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广泛，也非常的复杂。今天一一要来讨论这些议题的同时，我觉得势必要好好的再去思考法治秩序要有稳定性。如果我们要破坏过去的法律秩序，那范围应该要限缩，不宜扩大，这样子才不会侵害人民的财产权。我要再次强调，除了讨论不当党产之外，其实我个人觉得，有关政治人物如果有贪污所得，并且那些钱跟政党间的经费如果也有联动，是不是也应该把它当作不当党产的一环？我就认为今天有针对性的在处理国民党党产的同时，我们要不要把其他的政党未来的政党的财产也要纳入投资，来好好的一笔一笔来检视。那刚才我提到的政治人物的贪污所得，如果跟政党的财务也有联动的话，也要不要纳进来去做检视？我当然希望我们在处理这部法令的同时，所有我们应该设想周全，我们希望各政党未来也都可以放在一个齐平等这样的线去好好检视。我认为这好，谢谢李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徐委员淑华。院长、各位同仁，国民党在这里无法支持民进党的修正动议的原因如下：第一，初审的版本呢，起算日呢是设定在民国34年，当时也只有中国国民党，完全是针对性。若事实上只有个别的政党适用的话，纵使在形式上是符合一般性以及抽象性的法律的本质要求呢，仍然跟法治国家个案法律禁止原则是有所违背的。第二，以今日的标准来定过去的是非，必然触及的是溯及既往的问题。有心者呢，常常引用1990年东德民主派全面清查共产党党产为例。问题是，台湾的现实状况跟东德有很大的差别，恐难是完全的比照。当时呢，东德的体制是彻底的瓦解，党产和附随组织是被全面的清算，并不涉及对抗善意第三人以及法律的信赖保护问题。但是呢，台湾有关财产权的各种法律仍然继续适用，新所有者必然诉诸民法，主张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呢，作为特别法，是否可以溯及既往，推翻过去依法完成的交易呢？恐怕也是很难避免有违宪的诉讼。第三，在未经调查的情形之下，竟自将除党费、竞选经费以及捐赠、竞选的费用、补助金以及孳息的这些财产呢，推定为应返还取得的财产。受影响的政党呢，除了有遭受到侵害的可能性之外，还必须要负举证的义务，将所有不利益的均推向政党。条例的内容呢，实在是实属苛刻。第四，条例呢，对于应返还的所取得的财产，在定义上呢，是非常的不明确的。对于政党的财产调查以及管理委员会，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呢，容易造成疑惑哈，并且呢，条例的第二条对于法的安定性已经造成极大的危害。此时呢，我们再谈法的安定性，以及前面我们所叙述到的，其实是有相当大的矛盾。第五点，对于何谓应该要归还所取得的财产，何谓附随组织，其实定义并没有非常的完备。在此的前提之下，要如何来适用，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却仍旧给予这个委员会呢庞大的一个权力，不免呢对这个公正性呢让我们有所存疑。因此呢，我请各位委员能够支持国民党所提出的修正动议，日期应该调整为1980年5月1日。谢谢。谢谢徐委员，下一位请顾委员立雄。院长还有在座的各位同仁，国民党说财产的追查要从1980年5月1日之后才开始追查他所取得的财产，国民党这样的一个论点，我只能够说不知所云。我们要处理的是在党国不分的年代，国民党难道认为民国80年之后，国民党还是处在一个党国不分的年代而需要被追查党产吗？听不太懂。一个正正当当的政党，除了党费、除了政治现金、除了竞选军费的捐赠、除了竞选费用的补助金跟他的孳息之外，一个正正当当的政党，除了这些之外，还能够有什么财产来源？还能够有什么财产来源？你告诉我，所以国民党从1934年以来，这些不当取得的财产，早在动员抗战时期终止的时候，就应该要做一个清理。的确，我们跟东西德合并当时的状况不同，因为东德在被西德并了之后，马上就做了这个应该做的转型正义的处理，我们却比他们远远晚了几十年。这就是早该做、应该做而没有做的。这责任在谁？责任在谁？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拿到立法院的多数。没有办法在今天好好的来通过这样一步，我们认为早就应该要做的一步合于转型正义的法律。我顺便提到一下585号解释，当时319枪击事件真相调查委员被宣告违宪，是因为认为违反权力分立的原则，因为当时规定说这个委员会可以担任检察官做侦查的工作，因为这个委员会所做的认定等同确定的判决，在这些地方被宣告部分违宪。我们并不是没有看过585号解释，我们没有要把委员会调查认定当作最后的判决，我们没有要把它当作检察官的侦查，我们就是该做一个在法治国的原则之下我们所应该做的事情。
国民党清楚的认知，这是一个和。好，谢谢顾委员。报告院会，现在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我们要来进行处理第五条。那么现在进行表决之前，有民主进步党、时代力量党提案记名表决。我们表决顺序：一、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三、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首先，我们来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第五条，国民党党团提案修正动议，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不通过。我们继续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第五条，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案，出席103人，赞成72人，反对31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五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进行审查会的决议。审查会的决议，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五条不予采纳。报告院会，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五条不予采纳，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要表决啊！国民党有异，我们就表决啊！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五条审查会意见不予采纳案，赞成审查会意见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赞成。来，各位可能搞不清楚啊，我来跟各位说明啊，不然大家都，我来审查会有决议，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五条不予采纳，是审查会的决议。啊、哦，好，还是要处理不予采纳的案啊、哦，因为已经报到院会，我们就要处理。所以我们现在请问院会，针对审查会意见通过不予采纳，大家有没有意见？这个审查会有不予采纳的案到院会来，我们都要处理，啊，每一条都要处理，啊，对，所以我们现在啊开始表决，赞成审查会意见者，请按赞成，欢。不，我们还这个来请。请议事处来说明一下。对了，来，请议事处说明一下啊。好，来，请议事处说明一下啊。我议事处报告，我们是依据审查会审查结果来处理。那除了对照表已经有都对到的条文有审查结果的以外，另外国民党党团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以下有一些条文是不予采纳，那就这个部分院会是可以处理、可以表决的。那现在是在表决不予采纳，就是照审查会意见是。没有，因为他没有对在那个原来的对照表上面，哎，他原来没有对在对，他本来就没有对在对照表上面，对对。对，跟第五条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对对，一般来讲是宣告就好了，但是大家如果意见还是要，本来是宣告就可以。对啦，对。我来还有三道四道不要管的，啊，你有赞成审查会？好，来，我们都了解啊，都了解。那么我们开始进行表决，赞成。审查会意见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好，来。第五条，审查会意见，出席104人，赞成72人，反对32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五条不予采纳。现在我们进行继续审查会决议，审查会决议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六条不予采纳案，报告院会，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六条不予采纳案，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党团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六条不予采纳案，赞成审查会意见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黄委员委责声明对下午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现在针对第六条审查会意见，赞成出席104人，赞成72人，反对32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六条不予采纳。现在处理。审查会决议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七条不予采纳案，报告院会，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七条不予采纳，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党团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七条不予采纳案，赞成审查会意见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七条不予采纳案，出席103人，赞成71人，反对32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七条不予采纳。现在处理审查会决议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八条不予采纳案。报告院会，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八条不予采纳案，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有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现在我们进行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八条不予采纳案，赞成审查会意见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第八条，审查会意见出席者103人，赞成71人，反对32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国民党党团提案第八条不予采纳。现在继续进行审查会决议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九条不予采纳案。报告院会，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九条不予采纳，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九条不予采纳案，赞成审查会意见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时间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第九条，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九条不予采纳案，出席102人，赞成71人，反对31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国民党党团提案第九条不予采纳。现在继续进行审查会决议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四章章名不予采纳案。报告院会。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四章章名不予采纳，
照审查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议，我们做以下宣告：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四章章名不予采纳。现在我们继续进行，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修正动议条文第六条。审查会通过第六条，经本会认定属不当取得之财产者，应命该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前项财产移转范围以移转时之现存利益为限，但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以不相当对价取得者，应扣除取得该财产之对价。前条第二项规定之财产，经本会认定属不当取得之财产者，如以移转他人而无法返还时，应就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之其他财产追征其价额。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六条，经本会认定属不当取得之财产，应命该政党附随组织受托管理人或无正当理由以无偿或显不相当对价自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取得或转得之人，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前项财产移转范围以移转时之现存利益为限，但以不相当对价取得者，应扣除取得该财产之对价。第一项规定之财产，如以移转他人而无法返还时，应就政党附随组织其受托管理人或无正当理由以无偿或显不相当对价自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取得或转得之人之其他财产追征其价额。宣读完毕。报院会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第六条。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一、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现有民主进步党党团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首先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第六条表决结果，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出席103人，赞成71人，反对32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六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继续进行，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修正动议条文第七条。审查会通过第七条，善意第三人与前条应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财产上存有之租赁权、地上权、抵押权或典权等权利，不因此而受影响。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七条，善意第三人与前条应移转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财产上存有之租赁权、地上权、抵押权或典权等权利，不因此而受影响。宣读完毕。
报告院会未有委员登记发言，现在要进行处理第七条。现在进行表决，表决顺序：一、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在表决之前，民主进步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首先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第七条，民进党党团提出修正动议案，出席102人，赞成71人，反对31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七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继续进行，请宣读审查会通过章名。第二章申报调查及处理，宣读完毕。报院会第二章章名未有委员登记发言，我们现在要进行处理。第二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请问院会有意？好，有意我们就进行表决。民主进步党提案，本案记名表决。现在表决审查会通过章名，赞成审查会章名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第二章章名，赞成出席者102人，赞成者71人，反对31人，弃权0人。
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二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现在我们继续进行，请宣读审查会通过及修正动议条文第八条。审查会通过第八条，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应于本条例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本会申报下列财产：一、政党或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至本条例公布日止所取得及其交付、已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之现有财产；二、政党或附随组织于前款期间内取得或其交付、已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之财产，但现已非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之财产，前项应申报之财产如下：一、不动产、船舶、汽车及航空器；二、一定金额以上之存款、外币、有价证券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之财产；三、一定金额以上之债权及对于各种事业之投资，前项之一定金额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之财产，由本会公告之。第一项、第二项之申报，应载明财产种类、取得日期变动情形及其对价，如订有书面契约者，并应减负其契约等相关资料，其格式由本会定之。本会得主动调查认定政党之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并通知其于受本会通知日期二个月内向本会申报第一项之财产。本会除受理第一项及前项之申报外，亦得主动调查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之财产取得日期变动情形及其对价。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八条，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应于本条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向本会申报下列财产：一、政党或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至本条例公布日止所取得及其交付、已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之现有财产；二、政党或附随组织于前款期间内取得或其交付、已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之财产，但现已非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之财产，前项应申报之财产如下：一、不动产、船舶、汽车及航空器；二、一定金额以上之存款、外币、有价证券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之财产；三、一定金额以上之债权债务及对于各种事业之投资，前项之一定金额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之财产，由本会公告之。第一项、第二项之申报，应载明财产之来源、种类、取得方式、取得日期变动情形及其对价，如订有书面契约者，并应减负其契约等相关资料，其格式由本会定之。本会得主动调查认定政党之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并通知其于受本会通知日期四个月内向本会申报第一项之财产。本会除受理第一项及前项之申报外，亦得主动调查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财产之来源、取得方式、取得日期变动情形及其对价。宣读完毕。报员会，李委员验秀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有针对第八条，请黄委员国昌发言。黄委员国昌发言完毕后，截止发言登记。要按吗？还是现在就开始？院长还有本院各位同仁，在这一次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财产取得条例的整个修正的过程当中，时代力量的党团虽然有提出我们自己的版本，但是我们为了求在审查会当中审理的顺利，还有整体法规范的设计上，我们在委员会进行审查的时候并没有坚持我们的版本，而是全力支持民主进步党在审查会的时候透过修正动议所提出来的条文。那我知道这是一部非常复杂的法律，也就是说在整个规范体系的设计上面，可能动了这个机制以后会影响到另外一个机制。那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在审查会的时候会支持民主进步党透过修正动议所提出来的版本来加以处理。那这一次针对第八条的部分，今天民进党
透过修正动议，对委员会在审查过程当中所变动啊的修正，比较主要啊的部分啊，是在申报义务从半个月，对不起啊，从六个月把它延长啊到一年。当然，我们可以啊完全的了解，在第九条的整个规范下面，因为是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就禁止处分，有一个概括性的禁止处分条文。那同时，在第四项啊的部分，还可以进一步的就有关于资产进行啊冻结的处分。那不管是抽象性啊的冻结，还是具体的去嘱托相关的登记机关啊为登记，在整个具体法规范啊的时效上面，我想可能要分成两个部分啊来予以厘清。第一个部分啊是就比较明确可以去认定是属于政党或其附属组织不当取得啊的财产，把它从六个月延长到一年，并不会造成在实际效果上面的伤害。那但是就比较不明显，也就是说不是很清楚的登记在所谓的政党或其附属组织啊名下的财产的话，那这个时候就会牵涉到进一步去追查不当党产啊时效性啊的问题。不管是追征还是接下来的移转处分，都是以申报啊当作啊前提。那因此，我们认为啊，应该要维持在委员会当中，在维持在委员会当中啊所定的六个月的期限啊，应该啊就已经啊足够了。那虽然是从啊本条例通过以后就会开始适用，不过我到目前为止，可能有一个法规上面啊的风险要跟大家分享，我不太确定中国国民党的朋友在本条例完成三读以后，是不是会申请释宪？申请释宪的时候，会不会申请定暂时状态的处分？如果好，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孔委员文集发言。主席、各委员，我们今天审查这个条例啊，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要审查一个在立法院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样不公不义的一个条例，因为这个条例呢是有针对性，针对国民党的一个清算斗争的一个条例，也是一个违法违宪的条例。因为这个条例呢，它是破坏宪法权力分立的原则、相互制衡的原则，而且也不依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规定啊，在行政院设立一个违宪违法的委员会，然后呢来进行清算斗争的工作。今天我们国民党非常的无奈，在这个新的国会呢，我们是基于少数，因为五二零之后，民进党呢只要通过他的条例，别的政党的条例他都不审，包括我们原住民的很多法案也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国民党啊可以说是被逼上谈判桌啊，这个今天要把这个不当党产这个条例要把它通过。我今天要试问，我们作为一个原住民的委员，凭什么要支持你们民进党的这个条例？有三个理由我要在这边特别说明。五二零之后啊，蔡英文总统说他是一个会沟通的政府啊，沟通沟通再沟通，谦卑谦卑再谦卑，可是呢是斗争斗争再斗争。今天我们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几乎啊在司法法制委员会开了那么多次的公听会，民进党呢还是不甩我们啊，只要通过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原住民族自治法过去几年都是民进党在反对，什么时候你们的版本能够出来？第三个，原住民族猎人打猎的权益什么时候能够 召开政党协商？光是这三个法案，原住民要的法案，民进党是一概置之不理，
凭什么我们今天要通过你们民进党所提的这个不当党产条例？我跟各位啊，民进党的同仁报告啊，这样哈，政党斗争下去，台湾是没有未来的，台湾是不可能有希望的。我相信民进党应该会壮大，但是呢，这个壮大不是靠着清算斗争国民党的党产来壮大的。要拜托大家，我们原住民要通过的法案，民进党呢现在几乎把它搁在一边，只要通过我们的不当党产，只要通过我们的转型正义，这样是一个作为一个负责任政党的一个执政的方式吗？蔡英文总统8月1日要道歉，原住民不接受了。好，谢谢彭委员。下一位，请李委员敬意。主席，各位先进，我很遗憾，现在下午进行到下午，已经审到第8条了。国民党还是重复那句老话，违法违宪，清算斗争，请国民党长进一点好不好？哦，老实讲，事实上，今天现在在讨论第8条，第8条的问题在哪里？其实第8条最清楚的就是，我们在第5条已经规定了，所有除了党的这个政治捐献以外，还有其他党费以外，都推定是不当。那在第9条也非常规定的非常清楚，在本条例实施以后，就是禁止处分。那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它都是原先推定不当的。你要6个月申报或是1年申报，你都还是在不当的范围。你越晚申报，只有越晚解除你的限制而已。所以这个条文非常清楚，国民党到现在还在扯。其实国民党今天整个下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个条例变成不当党产不处理条例。那这样是全民没办法接受的。全民给我们新的付托，要求新的国会来处理不当党产，就是希望摆脱过去的不公不义，把不当的党产真正还给国民，重新建立台湾公平正义的社会。所以第8条的修正其实非常清楚，就是由原来的6个月变成1年。如果国民党要从6个月拖到1年以后才来申报，他仍然是推定不当党产，这个没有什么好疑义的。谢谢各位。好，谢谢李委员。下一位，请吕委员玉林。主席、各位同仁，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它的运作的核心就是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民进党主张这个委员会要放在行政院底下，也就是说行政院院长直接命令就可以了。本席强调，这个委员会就是代表着明代的东厂翻版。首先，针对委员会的委员遴选的问题，由行政院院长指派，甚至连正副主委也是，对于委员会的遴选标准资质都没有提，也没有相关的资格审查，完全都没有。条例中只有提到行政院长直接指派主委跟副主委兼派任11到13个委员，还是相关人员的作业人员都要若干人，组织办法也由行政院统而定之，还不受到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的法规所规范。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庞大的机关建立，什么都可以，行政院说了就算，组织员额也不受限制，想到放几个人就放几个人，想要放谁就放谁。立法院只是乖乖地通过这个预算，面对这个委员会，我们都只能够赞成，就像橡皮图章一样，这个组织完全没有人可以制止的，除了是行政院长。从我们我国的民主法治来看，无论是五权分立，还是说现在大家认为实质只有3权，这5权虽然是彼此独立的，但是也相互制衡，才能够避免弊端发生。现在这个委员会无限的权力却没有制衡，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担心。所以享受了权力又不用负责，但是我们现在所见证的这个历史是丑陋的时刻。
读过我们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明代的皇帝为了满足自己控制国家的权力跟欲望，成立由宦官组成的东厂，进行各方的文武百官、政府机关与人民监督与迫害。这段历史相信大家都众所皆知。现在民进党也采用这种方法，成立一个完全由行政权指派的委员会，没有任何公平正义的遴选方式。这个委员会的指派由蔡英文总统从后面直接就可以下指导棋，这样子的委员会是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吗？处理这种党产的委员会跟委员，倘若直接是立场不同、不公不义，这样子是跟明代的这些东厂的宦官的作为有什么不同呢？为了政治的斗争，持续追打党产议题，这些在追打过程中产生许多的违宪以及不符合公平正义的事件，未来要如何的弥补这个解决？好，好，谢谢吕委员。下一位，请顾委员立雄。顾委员立雄发言，不发言。我们进行报告宴会，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我们现在要来进行处理第八条。那么在进行处理第八条表决之前，有民主进步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党团提案要求记名表决。那么表决的顺序：一、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审查会通过条文。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经表决通过，即不再进行其他提案之表决。首先，我们来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赞成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八条，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出席者102人，赞成者66人，反对31人，弃权5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八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报告宴会休息10分钟，休息后继续进行第9条以下条文之处理。现在休息。